突然想起一首歌叫《街角的祝福》，是一首很扎心的歌，送给大家。我现在可是每天都要早起的，你们也要哦。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已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指引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这是什么意思啊？借我一下，不是这个伴奏有问题啊，难受。换歌吧，看来这个伴奏不行，要下一次去重新下一个伴奏。这个是愧对了九霄呀，不好意思啊，这首歌都没唱完，唱一个梦一场吧。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样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放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谢点点点的火箭。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
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你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谢谢大家的办卡，谢谢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关注。对，送出一张办卡就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啦，每天都可以过了12点之后呢，在系统的背包里或者是礼物栏的道具里面领取很多免费的粉丝荧光棒，通过那个荧光棒呢就可以打卡升级签到，可以升级我们之间的粉丝牌子，等级越高福利越多哦。然后我们每周都还会粉丝团弹幕抽奖，然后都是抽给粉丝团的成员们，比如抽一些我的台历啊，还有抽一些我的充电宝啊，还有抽一些手机啊，数码产品啊，还有一些周边的小礼物，都是关于我的。谢谢大家加入。后面转的那个是什么？那个叫永动机。永动机，永动机。